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找我有事吗？我敢打赌，没人比你更了解威斯特布鲁克。没错，我的丈夫们以前确实了解威斯特布鲁克，他们每个都是胡爪帮的大哥，统治过日本街。他们做什么营生？什么最来钱，什么最有利可图，他们就干什么。鱼肉生意在黑市上卖技术。 我们下次再聊，何哥子。随便你。既然大家要合作了，我先过来打个招呼。道上的朋友都叫我老船长，叫你 V。 看来不用我自我介绍了，都替我说完了。有人找我做生意，我就搞定了生意，吃喝拉撒都算。记住了。 明哥的犯罪举报，我重复，已确认圣多明哥的犯罪案件是否收到？521报告，不好意思调度，上了个小号，追究出发。已发现嫌疑人车辆，正在发送详细报告。 知道的够快的，你是顺风耳吗？我得走了。那之前到哪儿了？他们废了你！
Set up the start.